好，现在呢，我们任务四的后半段，哦，后半段就是在玩这个，所以真的，其实 Notion 的资料库功能真的很强大。好，那我们来看哦，现在呢，我们就可以用资料库。那资料库有两种方式，一种就是像你刚刚看到我这个网络知识库那一种，完全就是以资料库页面为主的。第二种方式，就是你刚刚看到我部落格这一种，哎，我有部分就是一般的，好，我们一般页面的那种区块，在里面再插入一个资料库，好，所以我们先来看看这两种到底要怎么增加。那我就麻烦大家帮我再新增一个页面喽，好吧？那这个页面我们用也是任务四，但是呢是之二，就是这个标题，哎，我们增加一个。我们先从纯粹的那个资料库开始，好，先让它是纯种的。好，增加一个页面，好，一样标题进来，好，上面这个我就不再加了，反正都一样。但是重点在下面，你看下面这里是不是有不一样的？所以你可以从这边去选。如果这里找不到，没关系，你就先选这个空白的页面，因为这里面看起来没有写资料库嘛，我们就直接点一下，好，斜线，你打一个 database，其实打 DA 应该就 data 应该就看到了，database，来，你看这里有没有分两种？哎，跑掉了，来这里有没有一个叫 inline，一个叫 full page？那这个 inline 的这个部分哈，就是我们刚刚我部落格那一种。也就是你增加的这个内容，它可以在一般的页面里面跟人家混在一起，杂种的。好，那你要纯种的，就是 full page。好，我们先用这一种哦，好，先用这一种，好，把它点下去。OK，这样你就有一个资料库咯。好，比如说这个资料库的名称，你还是一样可以给它。好，这是我的网路知识库。好，这个标题没关系。那我们在这个 Notion 里面哈，它的这个资料库有很多的所谓的 view，像你现在看到它用表格的方式，这叫做 view。那你刚刚也有看到，我在这个地方，我不是用表格，这个是不是要叫什么卡片？所以有一种笔记法叫卡片和笔记法。哦，就类似像这样子的，那就可以增加。你看我在这里也可以增加哦，你看增加一个，对不对？你可以自己去选择，你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做检视。你是用表格的这个 bold，就是我们刚刚那一种卡片的。哎，你也可以搭配时间轴，还是单纯的就用清单。好，或者你是像我们 AI 生成图片，它是不是都是图片的？你就用所谓的艺廊图库的方式，甚至你也可以用这个日历也可以，哦，所以它都是同一个资料库，可是我呈现的方式不一样。那这个是 Notion 的强项，也就是说，我今天在整理这些内容来，你看我把这个哈，这里我就先不增加，我回到我的网络知识库这边。你现在看到是这样比较单纯的，你看，如果你懒得看那么多，你可以用清单的。哎，你看我清单还做分类哦，啊，这个有没有可以搜合？啊，是跟音乐有关的，跟 AI 有关的，跟影像有关的，是不是也可以用这样搜合的？有没有？还有虚拟人像的。所以用这个方式，你在整理资料的时候有没有比较方便？这个是看到比较多的。那你看我用表格的也可以哦。所以我同一个资料，哎，有没有看到比较多的？对不对？好，我的 tag 是找哪一些的？然后我喜欢的原因、什么时间，然后它的网址，好，这些栏位你都可以秀出来啊。如果不要看太多，就像我刚刚这边一样，就照什么，依照我加入的顺序有没有？我还可以排序哦，依照我加入的顺序用倒序的，所以我增加的
最新的会放在最上面。那我不要做筛选，我就把这个拿掉，这样你就会看到我全部的，它就全部都一起列出来。好，像这边有没有像这样子啊？这个像这种就是多的啦，就是刚刚加进来的，我不要就把它删掉就好了。这个我就先删掉咯，免得我下课之后还再删一次。好，所以你要有哪些栏位，你都可以自己决定哦。好，这些你都可以自己决定。这里我把它删掉。好，反正你刚删掉的时候，其实各位不用担心，它还会在垃圾桶，你还可以救回来。好，如果你真的有需要的话，所以现在就是麻烦大家，你先进来的。那你一进来之后呢，有没有？刚刚你已经产生一个就是整个页面 full page 的资料库。那它有一个比较特殊，就是说它预设给你两个栏位，好，这样叫做栏位，直的叫做栏位，跟我们你有学过那个 Excel 啊不 SS 或者是 SQL Server 类似这样子的概念是一样的。那它这个栏位是不能够删除的，就是第一个，也就是说这是它的主要的 key，好，就是 primary key 哈。这个不能删除，那后面这些栏位呢，你都可以自行的增减，有没有？这里还可以增加。好，所以呢，我们来试看看哦。如果你今天你要收集网络上的资料，你大概需要什么栏位？第一个名称嘛，所以你点下去之后，这个名称你可以改，但是不能删。有没有发现这里不能删？好，比如说这是我的文章名称，或者你就写名称就好了，打中文都没有关系哈。那第二个，哎，我希望说它有一个这个标签，我可以来做分类。那你现在看到它预设就是标签，对不对？你可以来这边编辑它的属性。好，哎，点它一下，这里编辑，哦，跑到另外一边了，在这里，你看这边的话。你有标签，那你看可以增加，你可以先一次增加进来，也可以怎么样？以后再增加的时候啊，我里面清单里面没有，我再个别打都可以。比如说我刚刚有的哦，跟 AI 有关系的，好，就按个 Enter，有没有多一个选项？颜色可以自己设定。好，那我再增加喽，我们再增加一个，增加几个进来。好，那个是 AI，然后 Notion。反正我就先增加几个，然后跟影像处理、影片剪辑，好，我就先简单做几个就好。那么排序你就从这边直接拖曳就好。好，这个你可以自己决定。好，关起来。那这我叫做标签，好，把它改个名字好了，标签。好，那我再增加哦。刚刚有什么？比如说我要有网址。其实它本来也会有了哈，网址，那你看一下它的每一个栏位，好，就这个值的每一个栏位都有类型可以选。像我们刚刚第一个，它就是文字的，第二个是不是 tag 的形态？那你看哦，在这边有没有？它有很多类型，包括诶，可能是数字的，对不对？那如果你可能是日期呀、啊。是不是也有可能？还是你要指定哦？这个工作要给谁？甚至你要上传附件都可以。还是你要属于那个合取方块哦？你看这里就有网址，对不对？所以我就不用啦，我就告诉他，哎，我网址我是这个 URL 的类型，这样就好了。好，那我们再增加咯，你看再增加一个，我们日期也要进来嘛，所以我要把日期的部分 date 把它放进来。好，你看包括电话啦，甚至公式、email 那些都有，好，我们就用建立的日期，好，就用建立的日期好了，好，它就帮我抓。不过各位要注意一下，它的日期那个格式啊，预设可能跟我们习惯的不一样，因为它是月、日、年再加上时间，所以我把这个 date 改变一下，有没有？我们台湾比较习惯用年、月、日，然后。日期格式就你自己决定，看是12小时或24小时。那你也可以选择，就是
我虽然有这个栏位，我不一定要显示出来，你就可以把它藏起来，这样就比较不占空间。好，这样没问题了，对不对？好，这个建立日期我还是把它变成中文喽。OK，那还有什么喜欢的原因？好，来再加一个。那原因这个就是文字啦，就比较没什么好选的哈。OK，好，那我这些有了，也有这个资料库了，那我们再来看看哦。你从这边，我们先用官方的，好，你来增加看看。官方的，是这个。好，我现在就不是增加到这一页喽，另外一页。糟糕，我两个看起来都很像，是吗？看一下，应该是这一个吧，应该是这个。好，然后一样这个工作区把它存过去。好，那我们来看看这里有没有增加进来的。诶，我现在这一个，不一样的，不一样的。等一下哦，丢太里面了，丢外面一点。好，丢上来，换一个图好了，来这里。换一个图比较容易分辨得出来，好吧？就，这个是皮肤的颜色，OK，这样子。我们来看一下，这里按下去，这样找应该比较容易找。它还没有重整，好，我把它重整一下哦。因为这个软体的话，其实好进到这边，有出来了，就在这里，所以刚刚应该是加到另外一个去了。来，你看我们就把它加进去了哦。那现在回到这边来，我的网络知识库，没有。等一下，我看一下，我是完整的，这里，他没有帮我加到里面去啊，变成这样子。好，这样不对。来，我来选一下。来，我重选一下哈，因为刚刚那个是有资料库的。我从这边这个储存页面来，我要找这里。抱歉了哈，我要找的是这个，因为我已经有资料库的，我不用再选页面。选页面它会帮我变页面，所以我要变资料库就好了。好，这边记得哦，我现在是变成资料库咯，存进去，它就会自动。找那个栏位，好，进来了，有没有？这里网址、建立日期有没有都有了？刚刚我们增加这个知识库的时候，它预设会有四个空白的栏位，那这个如果你不要的，我们就把它删掉就好。所以刚刚它会从下面增加进来哈，我可以从这边点，当然你也可以前面打勾，然后再去删除都可以。好，有没有？这样我就有，那你点进来。一样，你可以编辑它。如果你按 Open，有没有就开在里面了？对不对？刚刚内容进来了。好，你要给它什么标签？是不是就给它？这个是影片剪辑的。这样有没有了解的？可是这个是用官方的方式加进来的，所以我还是必须要多做一个动作，就是要进来里面编辑它，然后自己再来填这个，对吧？那么我今天呢，如果，来，我们换一个好了哈，换一个，如果是网页的，好，这边进来，一样的，你从这边加进去这个知识库，加到这个工作区，存起来，好，我在 Notion 打开，
其实你这样直接打开也可以啦，只是你要多个动作啊，像这个里面没有怎么办？直接打，这是跟 OneNote 有关系的啊，有没有？这就是 create，所以我刚刚讲过，你那个清单里面没有也没有关系哦。好，像这样子，那喜欢的原因你可以自己打。好，那这样子有了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回到这边看一下网络知识库。是不是就有了？就进来了。那如果你觉得这样太乱了，我们可以就是透过上面的这个 view 来做整理。这个就是用官方的方式，直接把我们的这个内容，好，不管是影片、网页，你就直接透过外挂加进来。那现在呢，我改用刚刚那个比较方便的。啊，我们再试一下啊，你看一样的这个文章，或者我换一个好的。哎，同学有说他用飞官抓不到你的资料库，可能你要重新整理一下。来，我先试实做一下给你看一下。好，你看这里，我现在拿后面这个，对不对？这个，好，那这个表单现在不对，我就要来。修改或者你要增加都可以，因为它可以选择。你看我这里打开，好，有没有？它有抓到我的网络知识库这个 database 哦，所以你可以试着重新整理页面看一下哦，它有可能。好，进来了，哎，有没有发现我这里可以选的？所以就是说，它可以选择我要不要抓完整的内容，只有右手边是截取。然后左手边是单纯只做书签，因为其实老实讲，有些时候确实也不需要特别的把它变成一个页面了。因为比如说我只是单纯就是做记录，那我就连接过去就好啦，对不对？不见得要抓进来。那如果你要抓进来，我就点这个。然后你看这里有没有它的栏位名称啊？你的标题，然后呢你的内容，如果这个还不够，因为我有标签啊，对不对？我希望标签也可以进来，有没有？这样就进来了。那我还可以自己排序哦，自己排序。好，然后呢，再增加，看哪些栏位是我需要的，我就把它放进来。如果你不需要这个，你可以把它删掉，应该说是隐藏啊，不是删掉。也就是说，我在增加的时候呢，其实我根本就不需要看到它。好，我就把它存起来咯。你看，我现在是不是有两个？我就可以去选啊，这个我是要加到哪一个资料库或哪一个页面的，还是这个真的加到资料库去？你看我把它加进去，哎，标签是不是都一样？哦，这个又没有了。Swee Home 3D 自己来，OK，create 一下，然后喜欢的原因，对不对？你看下面其他三个有没有？如果你有需要改，就自己做一下。那我现在就不用，直接存档。所以我不需要再打开它，因为我在里面就做完了。刚刚加了之后，有没有这里就做完了？喜欢原因就加进来了，这样不是比较方便吗？对不对？你看我们回到这边来，哎，进来了，我完全不需要再增加。哦，所以这个是我喜欢用外挂，就是非官方的，它的原因，因为。我会更有弹性，用官方的，你只能一次指定一个，你不觉得吗？你说要换，是不是都要在这里再选？可是我用外挂的，我就可以像这样子，你看我有好几个设定，今天适合哪一个我就点哪一个，就很方便。好，这个是跟大家稍微说明一下的。那既然我们有用的这个资料库，我们刚刚讲的，你这个 tool view 有没有看到？哎，我现在这个是比较完整的栏位，可是平常这样子的话，好像太占空间，有没有感觉到我们这里这个空间好像比较不够？你可以这样拉开栏位之间，你把它想它就是一个 Excel 的栏位，你可以这样拉开。那如果呢，你有一些用不到的，你也可以把它隐藏起来，甚至我就加个其他的类别，你看我用卡片的。有没有？哎，它就变这样子啊！我用
图库的，如果你资料比较少，其实用图库的效果也不错啊，因为它都有页面的缩图嘛。啊，如果没有抓到的，就会像这样。甚至呢，如果你搭配时间轴，诶，它就依照你加入的时间帮你自动排序。你也可以用清单的，有没有很多不同的检视方式？还是你用日历的？哦，今天增加进来的，这样都可以。所以它的好处就像这样，你今天我可以做一些筛选，把它变成一个固定的。哎，你看我预设这个是不筛选的，然后这个呢是用这个方式，我也可以筛选的。哎，比如说我这边在右手边这里，filter 就是我们讲的过滤，哦，滤镜这个 filter。好，我今天想要让它帮我就是用标签来做筛选，所以当你加了这个之后啊，你有没有感觉到我们的下方这里有没有多了一个标签？诶，啊，只要是影片简洁的才出现，那我就把这个名称，我就可以改一下。好，我只要以后看到这个就是属于那个影片资源。所以我不用自己再手动筛选，看这边啊，全部的清单式的，点到这里只有影片会出现。那你可以自己再改变它的那个检视的方式，来这里有没有 layout？哎，又可以改变了。比如说影片的可能是用这种 gallery 的比较方便，那你就用这个方式去让它去呈现都可以。这样有没有感受到有知识库跟我们早上那种比较基础的页面真的不一样？好，因为有资料库之后啊，其实你的灵活度可以增加很多。